哎呀，朋友们好啊！我就是包工头打野创始人蓝林汉。刚才有个朋友问我啊，猴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一看啊，给我发了几张截图啊，原来是昨天有一个朋友。啊，也不是有一个朋友，有两个朋友，有两个小朋友在我的对面。一个玩了一个洛克萨斯之手，哎，一个玩了一个凯隐。婷婷呢？没开，没到呢，没到婷婷呢。说是不相信我包工头打野到底有多狠。我是小朋友啊，你们两个人来打我一个人，他们没抢过我，没抢过我野。他说我这个没用，我说我这个有用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闪的有点让人猝不及防啊！我依你一下，你挺害怕呀？我这看的，这老弟，生了是吧？减盐扣 E，吃饼干应该死不了，没事儿。这个血量啊，计算的还是非常好的啊。回家了，继续讲啊。说实话，我有点背不下来，我有点背不下来。惭愧，说来惭愧呀，我有点背不下来，我得回放一波。朋友们好啊，我是火焰学院太极门掌门马保国。刚才有个朋友问我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，给我发了几张截图。我一看，哦，原来是昨天有两个年轻人，30多岁，一个体重90多公斤，一个体重80多公斤。他们说，有一个说是我在健身房练功，颈椎练坏了，马老师你能不能教教我混元功法？帮助治疗一下我的颈椎病。我说可以。我说你在健身房练死劲不好用，他不服气。我说小朋友，你两个手来折我一个手，他折不动。他说你这也没用。我说我这个有用，就是化劲。传统功夫是讲化劲的，4两8千斤，200多斤的英国大力士都握不动我这一个手指、啊。我这一大波兵，我一个都没死。我说可以。我一说他，啪就站起来了，很快啊。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右边腿，一个左刺拳，我全部防出去了啊！防出去以后，自然是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。右拳放在了鼻子上，没打他。我笑一下，准备收拳，因为这时间按传统功夫的点到位置，他已经输了。如果这一拳发力，一拳就把他鼻子打骨折了。放在鼻子上没有打他，他也承认我先打到他面部。他不知道拳放在他鼻子上，他承认我先打到他面部啊！我收拳的时间不打了，他突然袭击左四拳来打我脸啊！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他的左拳给我眼啊，右眼蹭了一下，但没关系啊。他也说啊，他截图也说了，2分多钟以后，当时流眼泪了，捂着眼，我说停停，然后2分多钟以后，就好了。我说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，你不懂。我妈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懂规矩啊。我是他说他是我一过来，他说不是乱打的啊。蹬蹬鞭腿左刺拳，训练有素。后来他说他练过拳打泰拳啊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这两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来骗，来偷袭。怎么跑场外头去了呢？
老同志，这好吗？这不好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。武林要以和为贵，要讲武德，不要搞窝里斗。谢谢朋友们。还是背不下来，惭愧。有没有人能背下来的？我的记忆力不行。全文要背诵啊，一会儿要考。2600呀，假装自己没蓝，突然之间吃一个小饼干，接 W 他先死。哎，再抠，再 A， 再来一下双杀，正好2600回家了，差了20块钱。等会儿啊，我们来个小药水。不出战斧啊，我今天试一试出这个效果怎么样。这个也行，其实这件装备其实也行。咒印对单位最小伤害为131，对野怪最大伤害为218，对近战远程有不同的性能。什么性能？这个装备要是加蓝就好了，它不加蓝，耀光改的不太友善了。这耀光，你不加蓝，我蓝哪够啊？这先抠一下，死了。3 2 A。扣 E A R 转起来 W 一个扣呀，这没死啊。其实我们小失误了一波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东西拆塔到底是有多快啊。好，现在是8分52秒，我现在开始拆这个防御塔，一共3层塔皮。9分07秒，3层塔皮，我们用时多少秒？15秒，5秒钟一层，还行，还行吧。但是基本上没有几个9分钟就能出出来这件装备的，后边也12-13分钟出出来吧，差不多。我们是比较顺啊。他们家有个那谁，呀，有个凯隐过来死了一波。你那啥啊，别吃我这蓝 buff。这把我们直接拿着峡谷先锋上高地吧。这东西单挑感觉还可以。
给我来，可以上高地。劣势不出呗，你看你要怎么玩儿？其实这个，你要想打单带，你可以出这个。如果你要是想就是去打团战的话，你就还是得科学战斧。哎，站起来了！你六级打八级，兄弟，啊，还给打跑了？这奥纳夫是真是不讲道理啊！这英雄啊！这英雄是真是不讲道理，我这一看，怎么的了？没事啊，上高地，这有什么不能上的？给我上来，帮那个峡谷先锋卡一手塔。哎呀，拽我！别急啊，这奥达夫自己有大，问题不大。我们先杀这个萨芬尼，抠死 AR 转起来 ，A 抠再 A 一死。这玩意儿的回血效果我没太看出来，我只看到他的虚区了。奥纳夫跟着我们啊，吃香的喝辣的。看见没？这奥纳夫这就懂，明白。所以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：现在给我们办一张卡，再抖鱼就能横着走。谁敢惹你呀？你说，现在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谢谢儿安的办卡。就可以在斗鱼横着走了。一去哪？哎呀哎呀，这是装甲猴的粉丝牌。哎呀，躲你三尺，知道吗？给你让路，所有的人。我打对面的，你俩可打不过我。我决定让这个赵信一个兵也吃不着，我要上他们家高地断兵去了。你一塔我上高地，我到二塔这边断啊，你在一塔这儿，我在二塔这儿，你在二塔这儿，我上高地，你上高地我去人家基地去。小伙子，今天你就别想吃兵，我告诉你。有点疼，哎呀，这是有点痛，把我杀了。你们一看你们就不懂事儿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出点肉装，开眼们变身了，给我整的。对你吃的兵啊，你一个兵也别让他吃，好小子，俺们各凭本事。
谢谢云端。这好像死不了吧，差50滴血。红凯确实要肉一点，不太怕死。这双 buff 我要了。你们玩游戏可真难呢。挺难呢。要赵信上啊，我们不上，哎，跑，不回头。这面呢，这你们都打不过啊，哎，漂亮啊，去打蓝，上当了，蓝没有，俺们打个蛤蟆。我找一找这个萨勒芬尼，正好这双 buff 又回来了。哎，这双 buff 可以啊，这双 buff 不错啊，不错。莫甘娜可以杀吧，靠虚弱那肯定是不行。落手挺会呀、啊，要拆我一塔，我们把他高地拔了。女枪怎么回事？下路二塔还没掉呢，海隐好像有点厉害，我再去看呢，这打不过这海隐，他怎么这么猛啊？哦，不对，不是他猛，是我们的装备并没有多好。你知道吗？其实并不是这凯隐太猛了，是因为我们没回家，把这死刑出去了。他刚才是两件套，他是死亡之舞配可血战斧加上水银之靴，我们是神圣分离者加贪欲九头蛇，跟他装备一样。我们想一打二还是费点劲，一打三就更不可能。并不是凯隐猛，而是我们没回家。记得要多回家出装备，要么找到这个凯隐，他好像有点膨胀了，有点膨胀啊！这是，先把他后排都给他杀了来，然后他也就是个弟弟了。听说你可血战斧很厉害。
这个炼金朋克巨链还是挺猛的。出个炼金朋克巨链，赵信配赢吗？他不配赢，但是我们其他三名队友配赢，所以我们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知道吧？不要老把自己弄得这么生气，老生什么气呢？不要理他，理智一点。去把大龙打了吧，奥纳夫来。假装给他打个信号，我们要过来，其实不然。给他凯隐吓着了，哎呀。我想等那个凯隐过来，然后赵信上了我们跑。但是对面的凯隐有点害怕，肯定得过来抢龙，我们在这儿找他。先多给他打点信号啊。这奥纳夫。哎，这怎么死的？那算了，一波吧。既然对面已经最狠的那个人死了，我们应该是可以一波了。赵信不上当啊，真的。你的破空枪击没声，我也没声。打人还是有点疼，这没法上啊。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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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恐怖的吸血。你要一打三，开玩笑呀。这落手活了能五杀啊，能五杀，能五杀，能五杀，五秒钟五杀了这把啊，这把又五杀了。你可挺烦人的，你出来呀，两秒钟了，小王八蛋。傻赵信，傻赵信，漂亮兄弟们。当然这波赵信死了他也不会很生气的。